今天的特邀嘉宾海陆共同来揭晓这一荣誉时刻，有请王总。王总，好，我再次宣布，获得本届总选第一位的成员，得票总数，好吗？353,3525票，恭喜！他是来自 SNH48 Team S2。孙瑞，恭喜孙瑞，来自于 SNH48 Team S2， 6年从最开始的16人替补，到轮流上场，再到如今拥有自己的站位，从对歌 MV 的镜头一闪而过，到现在作为单曲选拔成员拍摄 MV， 从最初站到舞台上的胆怯，到村内自制综艺的主持小能手，他所付出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就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祝贺孙瑞，邀请王总和海陆来为他颁奖以及戴上荣誉披风。祝贺孙瑞，我们要邀请两位颁奖嘉宾跟我们的第一名孙瑞来合影留念，好吧，我们三位一起合影留念。好的，谢谢海陆老师，也谢谢王总，请二位嘉宾回座，有请孙瑞发表你的获奖感言。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孙瑞。非常感谢大家，在我进 SH48 的第7个年头，为我得到了这个顶峰的名次。首先我想感谢一直不放弃我，从山脚下一路摸爬滚打陪我走上山顶的我的 RSG 瑞士卷瑞士君们，妈妈爱你，然后还要感谢这个夏天为我投了每一票的大家，还要感谢我的公司上海思巴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还要感谢我的 Team S2， 还要感谢青春有你二，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们，离家7年了，我终于可以交出一个小有成绩的答卷给他们看了。今天孙瑞站在这里是奇迹吗？我觉得是，因为孙瑞登顶这句话在去年来说都还是一个笑话，只有我和我的粉丝知道我们这一路通往顶峰的道路走得有多么艰难，我知道这一次他们有多么拼命。我今天站在这里也是想告诉正在努力却没有被看到，还有感觉前途迷茫的后辈成员还有粉丝们，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终会被看到。我曾三年在总选上没有名次，没有名次，四年进圈，六年进入选拔，十八名、十七名、十三名，还有今天的第一名。此前七年，我一步一步地跨越所有的偏见，所有的质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太有文化了。今天我得到这个第一名，不是我偶像生涯的尽头，是我和我的粉丝开启的通往未来世界的钥匙。我知道之后我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我无所畏惧，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有强大的我的瑞士军们。以前我曾经在一次直播里说，我的目标不止十一名。那个时候有粉丝问我，你的目标是神七吗？你的目标是御三家吗？其实都不是。从那一年开始，其实我的目标就是第一名，只是我没有底气，没有勇气说出口，所以我一直藏在心里。还有一次，我在镜头前说着我得第一名之后的天马行空、胡言乱语、风言风语，因为那个时候所有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第一名这个位置离我遥不可及。但是你们如今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虽然我的直播里说我第一名之后表现得有多么的猖狂，但是今天我要在镜头前完成一句话。我孙瑞，实至名归。最后，你们为我在这个夏天创造了蓝色的奇迹。之后，我所有的终于可以，我所有的工作啊什么的，不会有人再说我不配，不会再有人说凭什么。所以，狮子不会因犬吠而回头。谢谢大家。恭喜孙瑞，你值得。恭喜孙瑞，现在请登上属于你的第一名宝座。现在象征着荣耀的第一名宝座将会缓缓上升，希望孙瑞也能够像这个宝座一样一路高飞。孙瑞，在此时此刻还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分享吗？一句话。16号麦，16号。还是那句话，狮子不会因犬吠而回头。谢谢大家。现在第一名的披风和皇冠已经加冕于身，之后的旅程希望你以荣誉为号角，以实力为风帆，以初心为指南，勇敢而坚毅，踏浪而行，不负期待，在更大的舞台上散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也要祝贺所有进圈的成员
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现在是时候踏上新的征程，走向更高的位置。以上就是本次创造炙热的青春 SNH48 Group 第七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的全部排名，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